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来到三剑客。Hello， 我是盖伊。今天呢，我跟药师在这个三剑客的永和馆。今天是我们试营运的第一天，为什么这么突然要来拍这支影片呢？其实呢，我们昨天晚上想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企划，这个企划叫做三剑客的垃圾桶怪谈。等一下，盖伊有这么有趣的企划，为什么只有你跟药师两个人来执行？因为，旁边多了一个垃圾桶。今天呢，只要有人他可能有垃圾，然后要丢的时候，怎么垃圾分类？请做好垃圾分类，请做好垃圾分类。哇哇，我们这个垃圾桶是活的。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智能光头垃圾桶，智能垃圾桶，这让就让我想到那个提款机，有没有？有人会画那个插画吗？就其实是有人蹲在里面，然后他在算钱，对，智能 ATM。我们这边也是最新三剑客永和店的新科技，智能垃圾桶。对，那该等一下你们三位都会进去吗？我们会轮流在里面，然后跟今天的客人呢说，欢迎光临。我们的第一号。这垃圾桶有点小，因为我太壮。你太巨了吗？我就是要等你这句话嘛。来，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你的表现哦。请做好垃圾分类。卡巴拉肉，卡巴拉肉，吓死我！什么东西？爆料是啊，原来你在用，吓死我！
三号智能垃圾。哎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来到三剑客。哇！谢谢谢谢，哇！谢谢谢谢。怀期待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那么期待有人丢垃圾。我知道，如果是今天有被我们吓到，就是造成你不舒服的，欢迎来找我们。我们在板桥店，免费让你入场一次。对对对，免费让你入场一次。对，也是我们的那个歉意，没错。对，也希望今天能就带给你们愉快了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这是永和店的第一天试营运嘛，对，也欢迎大家之后来我们的新馆参观参观。都可以来试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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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摸摸看，我们那个器材啊，挑是真的很用心去挑，就是一些角度什么、感受度什么都抓非常非常好。蔡老板，蔡老板有没有什么要来讲一下？就是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我们有去询问，然后有去试，就询问很多厂商跟去试这些器材。对，询问很多厂商跟一些健身房的先驱的经营者，还有一些练得特别好，比如说大来许啊，一些有在健身的。看他们喜欢哪些器材，他们觉得哪些器材是做起来明星爱用器材，对，特别好。我今天真的测试一些背的机台，真的角度真的支好，没有再跟你们讲一些五四三，真完全真心话，就欢迎大家来使用。那有任何问题呢，也可以跟我们的粉丝团做告知，这边都会有人回复你。永和跟板桥的是分开的，所以我要找永和，就是到永和的粉丝团。对，然后板桥的在板桥。因为两边的回的人不一样，所以我们 Facebook 要打什么？就是找三剑客永和店的，那板桥就是三剑客板桥店。对，那 IG 的 IG 就可以直接问就好 ，IG 就只有一个。对，好，那如果对我们三剑客还有其他任何问题，或是有兴趣认识更多的话呢，我们的 App 连结或者是官方网站都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大家就欢迎点进去看，里面都有非常详细，就是教你怎么使用 App。跟一些规范都在里面，那就欢迎大家来三剑客喽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三剑客下次见，拜拜。